那语法其实在 R 里面很简单， R 有一个叫 RJSON 的一个那个的一个 library， 你就把你的 script 包好，然后丢到一个 JavaScript 的变数里面，然后在丢之前你再用一个 toJSON 去包丢进去，剩下的是 JavaScript 的事。所以可能如果你要用的话，你可能要想办法去找一点绘图引擎来。那有一个好消息是，目前 R 在开发一个叫它的有一个开发 ggplot2 这个 library 的作者也在开发 R2D 上，在 GitHub 上可以看到。如果大家想要加速它的动力的话，可以过去贡献一下。对，那你说它就会互动式？对，这个是互动式，就是你重新整理的话，它会慢慢出来。然后你滑鼠一上去，它会变色，它会变黄。所以它就是 JavaScript 引擎。对，这个要 JavaScript 才做得到。你如果是 R 静态的图就。没办法，不可能。那这个是上个礼拜六，那个坐在最后面那位先生，他跟他的朋友开发出来的东西，他们用那个，用他们抓到那个台湾地图的图，然后去做出一件很酷的东西。然后我发现，我其实用类似的概念，我只要把他们引擎抠过来。我根本就看不懂 D3 在干嘛，但我就是只要看他们资料怎么来，所以 R 就是一个喂食的动作，就把资料做出来，调整他们要的格式，然后用计算包好丢进去，那就可以画出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台湾大选的那个蓝绿的那个分布。我这他们太强，他们写的，这个我都不会，我只是把它 copy paste 的。但点开来，它的精细度是到那个村里了，算是很厉害的东西。对，那所以这套件是可以跟他们很快的就可以做成。你唯一需要知道的就只是 GitHub 的微信群，剩下的都是第三次。请说。就是这样跟一般我们用 SPSS 跟 SS。也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效果。我不知道 SPSS 跟 SAS 他们有没有做这种报告文件。他们有，如果有的话，应该是做那个 Microsoft 的系列的。我知道 SPSS 可以用 R 跟 Python 写外挂、啊，所以可以的。如果你会 R 的话啦，那就一样。回归到这个问题，其实那个系统呢，它。可以吃那个啦 ，CSV 档啊，也可以吃 JSON 档。所以你写的这一套，对啊，这个。你说你写的 JavaScript 的 library？ 啊，他们是在。对，这 library 不是他们写，但他们把它刻一个 application。对。我知道他们现在画很多图啊，什么男女性别比例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。最后再给大家问题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就是你在 compile 或者出错，通常就是看一下错误讯息。它在编译 RStudio 比较不容易，它有时候会 hang 住，就是在那 compile 那个画面，它画面就不会出来，它就卡在这边，这样就有错误讯息。那通常啊，我通常看到都是会卡住，都是枪的选手，不然就是跑太久跑不出来，在那边等它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边有一些给大家一些我做的参考资料。那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？它可以 compile 成 PDF 吗？啊 ？PDF。PDF 你用 Pandoc 就可以了、啊。就是除了LaTeX 就可以了、啊，你用把它变 LaTeX。要先变 LaTeX， 然后再对啊，可以。再 compile 成。可以变 Beamer， 因为 Pandoc 可以把 Markdown 转 Beamer， 所以我这头边也是可以用 Beamer 做，也是用 Beamer 做就没办法修，就没有他们的工作。JS 的那个。对，为了要潮，所以只好设计。那它有换页效果？这些你说像这些吗？就是换页的时候。我觉得这个它主要本身是做成 Markdown。那你刚刚讲那些在后面在 render 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很多是。
去对吗？一些引擎像是 Panda 去做，他本身没有去做这件事，他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把它变得完蛋，让 R 的东西可以迁移去，然后再加很多很酷炫的东西。所以它出来，比方说你一个配局，它就是在一个它出来不是我们看到的，它出来的比较像是，我直接开给你看，它出来的东西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档案。H D 有没有档？是 M D 档。M D 档，可是它 M D 档不是会编成 H D M 吗？对， M D 档可以再编成 H D M， 但是不是这个套件。哦，就是这个别的套件来编、所以你有很多选择。那这个因为 Markdown 很非常的泛用，很多语言也都会用它，很多人也帮他写很多引擎，像是 GitHub 好了，在 GitHub 上你如果放 Markdown 的话，它也自动帮你 render， 自动帮你变成 HTML， 就在你的那个 repository 的首页。所以我想这个它就没有去碰，因为是对的，必须要它。OK。没有问题的话就。谢谢。